二位老板，大家好，我叫邓丽娜，今年31岁，来自于北京。我曾就读于中心管理学，工艺美术专业。我有7年的快速消费品行业的经验。我最近一份工作是在大洋康正贸易有限公司担任市场部经理的工作。来非你莫属是想找一份关于市场推广经理类的工作。谢谢大家。好，欢迎丽娜。哎，尚康老师你好，我终于见到活的了。我也终于见到活的。因为是31岁，对，所以就应该有很长的工作经历。大专毕业是这个哪年的事？02年。大专毕业了之后呢，就工作了？没有，之后以后选择了结婚，然后生孩子。结婚啊？那年多大？那年21岁。哦，02年嘛，10年前嘛。对。21岁就结婚了？对。生哪年生的？03年，22岁生的宝宝。哇，好快啊！还可以吧？啊，当时怎么考虑的呢？因为我曾跟我母亲开过玩笑，说我20岁之前由我妈我爸来养我，20岁以后由我老公来养我。但是呢，我往往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所以说我选择了结婚。那就老公养吗？是这样，我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然后我老公不仅骗了我的家庭，不仅骗了我妈我爸，而且呢外债有200多万的欠款，因为他赌博了，赌博以后然后诈骗，被骗了17年的监禁。当时哪年的事儿？这是在04年的事情。那你们结束了？结束了，就正式离婚了。对。那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包括养孩子这个事儿，他就从来没有过吗？没有，没有的。因为我在怀孕临上产房的时候，他因为撞过一个孩子，然后服刑了半年，然后我在产床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在你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而且我这台手术非常大，因为生的是双胞胎嘛。谢谢。孩子还挺好。挺好的。男孩女孩？两个小闺女。小闺女今年多大了？9岁。哇。谢谢。有小朋友在指啊指啊。小女生也来了，来欢迎两个漂亮的小妹妹，欢迎你们。你们谁是姐姐？你是姐姐啊？你是妹妹？妹妹比姐姐小多少？2分钟。今年几岁了？9岁。上几年级了？3年级。三年级，你们俩在一个班吗？在。你们平时回答老师问题也都是异口同声吗？不是。哎，给我们这样，你们两个分别夸夸妈妈好不好？妈妈一定要找到工作，给我们养的，把你们养的白白胖胖。妈妈加油，要找到工作。来，妹妹，妈妈一定要成功。妈妈一定要成功。好，谢谢，谢谢两个可爱的小妹妹。您是姥姥？对，我是姥姥。兔子她那个生他们以后，我就一直带着他们，完了以后一直就管我叫奶奶。没事，你就是这样叫叫呗。只要孩子爱叫，怎么叫都行。对啊，谢谢您。姥姥奶奶的，你这不就是俩吗？一个叫姥姥，一个叫奶奶。好，谢谢谢谢，全家总动员，对不对？家里面都出来给打气来了。对啊，那是哪年开始出来工作的？我在05年的时候出来工作的，是因为我在家封闭了2年，那会儿我爸我妈担心我，一致就是怕我回头自杀什么的，然后一直也在看着我，盯着我，然后后来是我宝宝特别小，刚会走路的时候趴在我的腿上说了一句妈妈我要，指着电视上的肯德基，当时我身上是1分钱都没有，然后流着泪说妈会给你的。然后我就05年出来了。就出来了。对。今年的快消品。对，这些年一直在做快消品。对，做快消品什么？是这样，我刚接触这行的时候呢，是做的促销督导。一直也就是说，第一是执行活动，然后反馈，然后加上一些活动的调整。后来呢？后来，然后逐步上升到促销经理。经理。对，然后现在做到大洋康正的市场经理。市场经理。对。为什么不干了？为什么想来这儿找工作？太累了。没有时间去照顾宝宝，因为他是全国性质的，所以全国要飞。因为宝宝现在上3年级了，马上就要精进了，我是需要是
在身边照顾他们，然后辅导他们学习。我母亲文化水平不是很高，所以说对宝宝学习上妈在呢，什么当着妈就说你母亲文化水平不高，你母亲辅导孩子有困难啊？对对，我母亲辅导孩子有困难，真是不会聊天，对不起啊啊！要找的工作是，是市场推广经理类工作。那你市场推广经理类工作，不到时候还是？那个时间上不好保证吗？这个倒没什么问题。但是说，我不希望就是长期在外地飞，不希望常年出差。对，是这意思吧？对，短暂的出差是没有问题的。啊，优势和长项。是这样，我的优势呢是我的组织能力、跟协调能力还有沟通能力相当好，而且我做一台活动的话，不管是临时状况出现什么危机的问题，我都能解决。嗯，这是我的优点。你现在假设，比如说我们有互联网企业，你像小川那儿。啊，搜狗，像谢鑫这儿，这是这个酷讯旅游，包括像进波这五八同城，这都是互联网企业，有兴趣吗？可以，也可以，对。所以今天找工作，不在乎是不是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对。但是就是想做市场的执行这个层面，对不对？没错吧？好，那么丽娜是去是留，选择。谢谢。九位留下来，天生我有才。看一下你的这个工作经历啊，好像这个工作变动的比较快一些。那你后面几个工作我看好像，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年。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如果你想找一个工作，你能够比较稳定的做下去，你最寻求的三个因素是哪三个因素？好，是这样，我之前是变动工作很快，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在学习，第二是学习好了以后，然后他的薪金没有跟到位，然后呢就会换。就学习好了就要升班。对吗？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看它未来发展，因为我现在认为快消品虽然说是食品类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它不是一个很朝阳的行业。我会选择行业。第三就是我的职位的一个发展。好，我会考虑。所以你的三个要求，第一是薪金要求，对；第二是发展空间的要求，对；而且是行业发展空间的要求，第三是你个人发展空间的要求，对，对吧？总结的到位吧？到位。那个，我觉得你的活动执行还是挺不错的。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你在过去的活动执行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大小的意外，然后是自己是怎么应对的？我在过去的活动当中没有遇到过，几乎没有遇到过意外，都非常。非常顺利，因为我之前会做很多的前期工作，去一日培训溯游员，然后找人，我都会非常用非常踏实的人员。然后无非是出过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人，没有人的话，我会当时抓一个回来。我有这个溯游员的很多资源。你大概做过多少场这样的促销活动？正德的时候是一周是30家这个超市，然后安多呢是每天都要做，一到周四。不，30个超市天天做？没有，30个超市是周六日的。周六日？对，每周六日做30个超市，超市同时做。对。然后你怎么去管理这30个超市的活动？是这样，我会分期的去抽查，因为30个超市它有的时候是同家。然后就我会把同家的先摘出来，先捡那个就是马上要结束的去抽查，去看促销员的一些情况，现场听。我转店的情况下，一般我都会有三四个小时吧，因为就跟那儿聊，然后聊竞品，聊什么都跟那儿。那你能转多少个店？一天是5到6个。5到6个，五到六个，好。除去车程嘛，一天5到6个。好，来继续。那个，我挺喜欢那个，我的问题是，其实你以前干的是执行，而且还带团队。对，你这第一、第二求职意向都是策划类的工作，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形式？是因为我觉得策划类工作，不管策划什么工作，它前期必须要了解产品，也就是说了解这个市场，才能去执行，就是去策划好一场非常有效果的。简单讲一个，就是你策划的套路。第一我会先去调研，先了解这个市场。市场完了以后，我会写一个就是大概齐的一个提纲，也就是说我下面准备的要做什么，然后这个提纲围绕着哪些活动是要怎么展开的，然后呢，我再会具体的是往里头套这些这个活动的一些具体的实行，然后比较难点、问题点。有点大，能不能细点？细点，这样，丽娜，其实，在找工作上，你现在告诉陈浩，也告诉所有的老板。今天你要找的工作是偏策划还是偏执行？是这样，因为毕竟可以改的，就那个表上写的和今天咱们说的可以改的。是这样，因为
执行老在执行嘛，没有任何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还是想就是有机会能接触到这种策划，然后兼执行。好，现在到了我们九位二次选择的时候了，如果你仍然留下来，那么主动权到了丽娜的手里。谢谢。现在还剩四个人，吉乌特、凌霄。你好，我们属于零售企业，那吉乌特是一个创意产品的品牌，那么本身我想给你一个督导的职位，但是到我这边呢，你需要先从门店的店长做起，如果门店店长做得好的话，我们会有很快的一个区域督导的这样职位的提升。好，来自吉乌特，来，帅康。先从销售员做起，因为你对产品不了解，大概干个大概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呢，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呢就是进行转岗，就到督导，就现在你这个岗位了。百货网的工作。我觉得那个丽娜，你的那个活动执行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我们相亲活动执行这个部门的活动主管，而且我们百合网搞实名制之后，会员相当的靠谱。嗯，你可以在活动执行之余，如果你愿意，顺道给自己找一个老公。那个，其实慕言要是不这么说，我也不会讲我的附加价值啊。我凭你这么优秀，老公没有问题啊，不需要通过工作来找。那个，但是通过工作学习到教育，确实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不是陈浩，你是想让人家附加值哪个更大的问题？你让人家单身妈妈做一辈子吗？这点我们凭我跟你的关系，你也会帮他介绍对吧？那就选我们俩，选谁都一样啊，都是得双份。职位。职位是这样，就是策划专员。策划专员。虽然是从策划专员开始起，但是薪水你不用担心。来，二位给点建议吧，因为在丽娜选之前，我觉得丽娜现在虽然是剩下的不多四家，但是也有点懵。来 ，Frank。我平常不这么说的，但你这情况有点特殊。我觉得一份工作嘛，附加价值这东西值得考虑一下，哪一个附加价值对你来说更重要，在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优势来的。好，谢谢 Frank。仔细思考。走上前去，把其中的两盏灯丢掉。你不然这个话仿佛起到了作用。丽娜留下了两家附加价值，谈钱不伤感情。活动主管的薪水是一个月4000，另外可能还会有一些那个活动执行的提成。那个应该是4500的底薪，然后提成绩效应该是在每月应该是在1000到2000之间。你孩子每天下了学可以带到咱们自己的中心里去啊，然后有老师给他答疑啊、解答问题啊、看着他，这都没问题。这都是免费的吗？免费的，免费，这是咱们企业的员工福利。员工福利，未来你还会有更好的晋升通道。好，孩子能天天往那儿带，对象能天天搞吗？真的。五秒钟的思考，李娜。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优生教育，还是百合网，还是谢谢，再见。我选择优生教育。